海情被拐之后，全城热心寻B。亦都有网民开 page 帮手谂办法，连内地微博都发起人肉搜寻，但可惜事与愿违。其实事发之后，唔少网民同传媒，包括我哋，都曾经提出过拐大案另有内情嘅疑点，真相大白，但系呢个令人心寒嘅真相，冇人希望系事实。妈妈利用晒全港人嘅同情心，喺 Facebook 度充斥住伤痛同愤怒。正人渣，所以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！希望 B B 女早日安息啦。点解而家嘅人咁中意利用人嘅同情心？总有一日香港人会被逼到冷酷无情啊！海情依家好可能已经藏埋喺将军澳堆填区半个月，估计警方会根据弃尸当日运送垃圾程序、时段同埋堆填区倾到嘅位置，今日会派出过百警员搜查。不过专家估计，近排成日落雨，相信条尸已经严重腐烂，就算揾翻都只系剩翻皮骨相连。如果佢周围湿湿立立好多水嘅，咁啊会腐得好快啦。死因就一定有困难。不过你话如果揾到个尸体牙啊、骨髓啊呢啲，都应该仲有机会咯。甚至乎头发啊，可能都仲有机会做到嘅。但其实过往多宗弃尸案到堆填区之后，九成都未能够重见天日。不过有消息指海情的尸首是收在个小提琴盒，有网民就认为有机会找得回。